当地时间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巴厘岛出席印度尼西亚总统夫人伊利亚娜组织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17次峰会领导人配偶活动。彭丽媛抵达时，伊利亚娜在门口热情迎接并合影。彭丽媛同其他领导人配偶一同欣赏巴厘岛特色舞蹈，以海天为背景集体合影。在伊利亚娜陪同下，彭丽媛观看当地乐器、服饰、藤编、刺绣和生态食品展览，体验棕榈叶编织等印尼传统手工艺品制作。彭丽媛亲手在编织包印上这次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标志和鲜花图案。彭丽媛赞赏印尼将手工艺品制作与妇女赋能、摆脱贫困和生态保护相结合的理念，表示两国可以在相关领域加强交流合作，为地区产业扶贫、生态保护贡献力量。2022年11月15号，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以视频方式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2022年创新经济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